所不在，人的心是将一颗尘埃落在过去，飘向未来，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沧海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让青春去，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舍不得忘，一切都是为爱，没有遗憾，还有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妈，是王一凡的工地落成典礼，请我们去。哎，真的，好快啊！我跟婉仪久不出门，他们连房子盖好我们都不知道，什么时候？啊，是星期三，怎不选一个放假的日子呢？我们可以不用参加，就送个花篮就好了。啊，不行，我们一定要去，免得被人误会我自己小气啊。嗯，那你律师楼的事呢？哦。有马律师在，不用担心。思音啊，我昨天上了坟，把你近日的表现都告诉艺人了。我们这个家风和日丽了好一阵子，你爸爸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。妈，嗯，思音，你今天没应酬，不出去了？当然不出去了。只要我没有应酬啊，一定准时回来陪你和陪妈。妈，好，那我去厨房弄几个菜，你先喝一点茶或者回房休息一下，晚饭很快就好了啊。妈，别出门，我们到外边吃，难得嘛，我们一家人到外边去聚一聚。诗音，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要说了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了，妈，您坐，我有件事跟您商量商量。哦，您也知道，我跟马玉婵合作的投资公司，一直是他出钱，我出力，不赚钱的时候就没有问题，等到赚大钱的时候，问题就来了，一定在利润分配上发生口角。哎，这年头，你也知道的，有钱的人。就是嗓门大，理直气壮，我没有出钱，就会眼睁睁的看着他把大部分的红利拿回家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诗音，那不如退出吧，纯当律师也没什么不好啊。妈，你是知道的，现在台湾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打算做律师的趋势，他们年轻，年轻有为，有冲劲，不怕得罪人。而且背后啊有很多社团去支持他们作为后盾，而我却是不同啊，我是国外回来的，是空降部队，论实力我不输给他们，但论势力我就单薄了，所以总是接不到大案子好 case。 我觉得马玉婵的投资公司我不能退出，如果退出的话，
钱赚了少了不说，而且啊还少了很多社会关系。那就出钱入股嘛。这就是问题的核心，要入股，钱从哪里来呢？我们有存款呢。可是那200万算不了什么，现在物价上涨，什么都贵，你要入股跟人占一半的股份，要500万才行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妈，我考虑了很久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这个家越来越温馨，越来越和乐。我们三个人啊，就像三根柱子支起的帐篷，缺一不可。将来婉仪会怀孕，会生子，您的地位就更加重要。我们这个家不能没有您，我们怎么可能让您住在外边呢？所以啊，我……所以你想让妈妈把房子卖掉，是不是？妈，您说好不好？当然不好。那是妈变卖首饰的钱，就是怕万一将来有个什么状况的话，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安身立命的。你，婉仪，妈有我们的孝顺，怎么可能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呢？况且，这个钱是拿给我投资的，钱赚回来更加可以改善我们家的生活品质啊。另外，我赚钱拿回来还不是大家的，我怎么可能独吞独享呢？可是。我们再怎么样也不应该动用妈的私房储蓄嘛。算了，婉仪，思音说的对，这个家如果不嫌弃我，如果我对这个家还能够贡献出一份力量的话，那房子要卖就让他卖了吧。妈，这些日子来思音真的表现得无话可说，她是我的女婿啊，女婿有困难我能够袖手旁观吗？妈，我谢谢妈，我就知道您是个深明大义的人。现在这个房子正在降价，我们可以卖更多的钱拿去投资，这样子马玉婵就不会财大气粗了。什么身份，什么地位去啊？我合伙人啊，也是我未婚妻。真的？昨晚上不是叫我好好想一想吗？我想过了，在这边跟你告一段落，我们就好好办一场婚礼。叶凡，你真好。你还是决定要娶我，那为了要报答你对我的好，从今以后我的心胸会越来越宽大，我不会再去记仇什么周家的人了。这才是我的好太太呢，我跟你讲，这人的心胸啊跟原则是两回事，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就敬而远之了，何必去跟他斤斤计较呢？我们有今天真的是要好好知福惜福，否则跟周家人有什么两样？懂啦，我懂，我懂啦，我早就懂了，人家只是嘴答应，脑筋转不过来。那以后你做我丈夫啦，你就要多多开导我，那我的心胸就会越来越宽大了嘛。哎，说不定大到哪一天想娶个小老婆进门，那我都会睁只眼闭只眼，然后呢我还会帮她端洗脚水，伺候她洗脚，送她上你牙床。是啊是啊，一个婉仪，你就这个样子了，还来一个小老婆，那我还有……不要讲婉仪了。好好好好好。我不明白，
为什么你不让我参加这王一凡的落成典礼呢？你不去啊，人家不会嫌你傻。你去了，就会惹出闲话来，懂不懂？做贼心虚，你为什么不留在家里，偏要带你老婆出门唱大戏，唱一出这个夫妻生活美满的大戏？我们的生活本来就美满，我不是故意表演，我是让王一凡知道。反正他已经要结婚了，你怕什么？我是防人之心。你还真有心眼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我不想我的前程多一层顾虑。跟王一凡结怨这么久了，我不希望他心怀仇恨，将来横在我面前挡住我的去路。所以你要笼络人心啊。哼，我并不想跟他做朋友，也不想跟他多接近。我这样做只是想争取婉莹的信任和信赖。这其中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在婉莹面前表示风度，不计前嫌的跟他做朋友嘛。其实骨子里还是要跟他较劲儿。诗英啊，我真不明白的心理，这三天两头的往我这儿跑，却把你老婆给封得死死的，这到底是天下男人的通病，还是只有宁阁下喜欢玩的伎俩啊？嗯，我不勉强你，如果你对我不满，你可以随时跟别人约会。哎，如果有一天你结婚，我想我会送一份又大又厚的重礼，怎么样？对不起啊，诗英，我这个人也很怪，毛病跟你差不多，一旦选定的人，一旦决定的事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再说你还年轻，我也不老啊，咱们两个这个游戏鹿死谁手谁也无法预知。我知道我还没有当过输家哦。我可警告你，如果你做出任何破坏我家庭的事，我会让你输得很惨。不要威胁我，我可不受任何威胁的。我没兴趣破坏任何人的家庭，尤其是你，这时机还未到，我可不想白费力气。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还不想嫁人嘛，我现在正风光如鱼得水的。嫁人呐，只有傻瓜嫁不出去的人才会做的事。各位办完交屋手续，就可以领到钥匙跟产权证明了。另外呢，我跟我未婚妻的房子也决定要拿出来卖。你们如果有亲朋好友要来买的话，价钱是150万，那外人买那就180万了。好，就是这 A 座的5楼跟6楼，欢迎您去参观。来，你这边来，跟我到5楼去参观一下房子。慢慢转。一凡，恭喜你了。谢谢，谢谢舅妈，恭喜一凡。不客气，我跟我岳母商量过了，他的那户房子你拿出来卖好了。苏妈，这真的吗？卖就卖吧，一时之间我也没办法去住，
房子空的也可惜了。婉仪，你的意思呢？是妈妈的房子，她怎么可以做主？是不是婉仪？好吧，既然你们决定要卖的话，那待会就跟我到办公室去一趟，我们签份合约，一切我们照规矩来。好。一凡啊，我看这样好了，我们不如请婉仪跟宋妈到我们家去坐一坐啊。那陈大律师，你一向都很忙啊，你就忙你的好了。哦，不不不，我今天不忙。到府上拜访是我求之不得，怎么样，婉仪，我们一起去好吗？哎，宋妈，婉仪，走啊，到我们家去玩啊。来，我花了好多钱装潢哎。怎样，不错吧？花很多钱呢。哎，漂亮。蔡姐姐最近也是客房啊。什么啊，婉仪，我跟一凡都很好客啊，欢迎你们常常来找我们啊，来我们家住啊。好啊，哎，我们来喝茶。台北也不大，妈和婉仪到贵府来玩，去不了几天，我看不需要打扰你们生活。啊，你说这什么屁话，婉仪是我最要好的朋友，哎，偶尔来我们家住住，来看看我犯法啊？哦，我没有意见，只要婉仪愿意，我们走来吧。真的？你忘了，最近几个月我有什么事情只来过你。啊，对了，宋妈，关于这个房子，你下决心没有？就跟别人一样吧，150万好了。宋妈，房子可以卖到180哎，如果再摆个半年的话，起码可以卖到200万以上。哎，对啊，如果你不急着要用钱的话，那再等一阵子吧。对啊。说卖就卖吧，给一凡做主，采取个折中方法，开价180万，没沾亲带故的最多杀价20万，160万比100万也多出60万，这很好。这样好吗？啊，好，也好。宋妈，那房子在顶楼，又是坐北朝南。屋顶还有花园可以加盖，我一定会替你们争取到很好的价钱。啊，没关系的，反正生意缺钱用，能卖到最好。妈，你怎么说这种话？我需要钱，难道是为了别人，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？怎么，大律师也急需要用钱了？你是怎么，投资生意做垮了，还是律师执照被吊销了？都不是，我是要扩充我的事业。妈当初钱可以借出给你们周转，对我这个女婿总不能袖手旁观吧？有消息尽快通知我。为什么不通知婉仪跟宋妈？都一样了，都一样，反正这钱是要给世英的。妈。啊，好啦，反正生米又被人家煮成熟饭了，我们还能说什么啊？不过宋妈啊，婉仪，我们家房子很大啊，欢迎你们随时来住啊，房间多的是啊，我们的大门为你们开着，如果你们在家不愉快的话，欢迎你们常常来我们家玩啊。好啊，以后有空啊，我运城来走动走动。哎，什么时候喝两位的喜酒啊？一般说啊，等凤山的工地开工以后啊，哎，我们要办一个很大的婚礼耶。什么时候开工啊？哦，就下个礼拜。怎么样，到时候钱刚丽有没有兴趣来工商盛举啊？好啊，我正想到南部走一走。诗音，我们趁这个机会去南部玩一玩好不好？好啊，带妈一起去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好，那这样决定，我在高雄替你们订最好的旅馆。哦，不用不用，不要客气，我们难得下南部，总该到处走走，看看各处的名胜古迹。你们订了房间啊，反而不方便。诗音，你还要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？当然了，想什么？哎呦，真是好可怕，全部是钱啊，买房子用抢的。没头没脑，你说什么啦？这世界变了，哎呀，我妈的房子。
房子190万卖掉了。真的？这么快啊？还卖不到四天呢。两家人来看，一家出180，一家出185，这第一家听到了，马上加到190。哦，你说这个房价会不会涨？哎，我看啊，宋妈的房子再晚点卖的话，一定可以卖得更高。哎哎哎，宋妈说了没有？我打电话过去是陈世英接的电话，她说她明天会亲自跟买主见面。她一个人来哦？宋妈是卖主哎，她宋妈不来吗？这陈世英总会问问她岳母的意愿吧。嗯。哎，这个你签字的。你们猜猜里边是什么？三份机票啊，英雄呢？是啊，今天王一帆打电话给我，说他们明天下南部，我就订了后天的机票。我们需要那么早下去吗？他们什么时候开工啊？星期六，大后天，我们可以在高雄睡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可以从从容容的参加他们开工典礼，然后我们租车去澄清湖玩。第三天我们去佛光山，第四天我们去垦丁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当然好。诗音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我看我就不必去了，你们两个就好像度蜜月一样，多我一个电灯泡干什么？妈。啊，妈，你怎么说这种话呢？这些年来，您对这个家劳心劳力的，我有机会孝敬您，带您出去玩，不碍我们的事的。对啊，妈。再说诗音难得有这份心意，而且我们也很难得可以三个人一起出游，你就不要推辞了嘛。对了对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婉仪啊，南部天气热，就不用带多太多衣服。明天我要忙一天，比较晚回来，那行李就麻烦你了。没问题。明天我要跟王一凡见个面。什么事啊？我不相信他把房子卖了。什么？他把房子卖了？卖多少钱？哦，我正在忙，没听清楚，所以我决定明天亲自跑一趟。妈，如果您不放心，就跟我一起去，好吗？你说什么话？我怎么会不放心呢？反正钱啊是给你周转的，我问多少钱，只不过是好奇而已。哇，那就太好了。妈，我明天一定把事情处理得清清楚楚。为了方便起见，就麻烦您在这个委托书上签个字，全权授权我处理房子的过户问题和所得款项。我是因为太忙了，有了这个委托书啊，我就不会来回奔波，可以花更多时间跟买主谈价钱。如果房子晚一点卖的话，还可以卖得更高。不用了，我这个人啊不贪心，其实190万已经超了我预定的价钱，我岳母听了也很高兴。叫买卖规矩嘛，抽多少？1成。好。不，送妈的钱我不赚，她是自己人，更何况她当初那样支持过我。好啊，谢了，这是你们不要的了。哎，你们今天下南部吗？明天开车下去。哦，我和婉仪啊，明天也准时到。真的？旅馆都定了，后天的开工典礼啊，我们准时到。呵，天方夜谭呐。那我们就后天封山见了。好，再见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呵。奇怪，哎，这个人怎么变得那么离谱啊？也许是良心发现，也许他还真的爱婉仪，也许让马玉婵碰了个钉子。可是不管什么原因，他的改变对婉仪来讲总是一件好事啊。嗯。随风，心随你痛。
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那这是500万，照我们股东资金分配，我们现在是 50-50， 大家各占50%。以后呢，大家的权利和义务就要平均分配了。来，签个字吧。我从来没有少让你拿过一分钱，怎么忽然分得这么清楚，还自动拿钱增资啊？我是怕夜抢那么多。什么意思？你也不是省油的灯，野心与日俱增。我是希望能跟你在公司的权利和义务上，大家分得清清楚楚，免得日后被你出言要挟，牵着鼻子走。所以事先坑也不坑医生，暗中筹钱，等时机一成熟，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逼我签字。哎，这对你也没有损失嘛，我是未雨绸缪，何况公司的资金也多出500万，大家不坏嘛。可对你就多了一层保护了，公司赚钱你再增资，然后修改章程，这个进可攻退可守，多厉害啊。那你签不签吧？我要弄清楚你是不是打算跟我一刀两断。我舍得吗？谅你也是。好了，明天我就把这张支票存入公司户头。哦对，明天我要去高雄一下。好啊，我也去。不行，你留在台北，我是家庭活动，带岳母和婉仪去。不去就不去嘛，反正你不在台北，我正好自由自由啊，调个小白脸来玩玩，顺便抖抖你我之间这种不可告人的关系。我警告你，如果你敢抖出半句风声，我就宰了你。陈世英预定了2间房间。等一下，高雄还有这么气派的旅馆？妈，这是5星级。那一定不贵吧？难得吧。妈，你看秋桐也来了。秋桐，秋桐，一飞，婉仪，哎，婉仪。一凡说要带我来看高雄最大最好的饭店，没想到你们也在这里，怎么那么巧啊？宋老板，你们才到是吧？我刚刚才到，哎，你也才刚到是吧？开车比较慢啊，坐飞机但比较快。真的很巧啊，好像有人跟你们通风报信，约好了我们要住一块。啊不，我们还没登记，可以住别家。啊不要，秋桐，秋桐，这有人没什么安全感啊，我们还是换别家住。那又何必呢？俗话说，既来之则安之啊。我是跟你开玩笑，你就当真了。哎，那好啊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让一下啊。哎，小姐，我要一间房间。哎，最好跟他们同一层楼。哎呦，隔壁最好，小姐有没有？我们住隔壁就可以聊天。谢谢。
妈，委屈你一个人住在隔壁，等一下我送你过去。哎，我现在就可以过去。不不，妈，哪里需要这么急？我在下面餐厅订了个位子，6点半。你们先休息一下，我有点事要去办，等一下回来接你。啊，你好，好，好。妈，您坐吧。奇怪，这是打几号哎？发给谁啊？段婉仪啊，叫他过来聊天呢。挂了，不要节外生枝了。怎么了？你没看那个陈诗怡，她坐立不安。你把婉仪约过来，那岂不是害了她？不会呀，我看他们好像没有事的样子。你看人家陈诗怡跟他多好多恩爱啊。那就更不要去打扰人家了。不为了婉仪，你就耐着点性子，乖乖待在房间里，哪儿都不要去，好不好？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啊？我到工地去，我去赚钱去，给你买房子去。妈妈的，你不打才有鬼，无聊。喂，哎，总机，麻烦你帮我接宋婉仪的房间。我就是不会打才请你接啊，谢谢。等我啊。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以前有很多事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，我们一起吃个饭。我是很想参加，不过明天好吧，明天由我做东，因为现在我马上要到工地去，明天要开工了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明天晚上。不过不能让你破费，由我来，我的诚意希望你能赏脸。行，我跟秋头一定来。我先到工地去了。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随便点，看想吃什么。陈律师做主好了，我外行啊。哦，我不用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就先一瓶红酒和餐前点心，正餐呢，等一下再点。好的，谢谢。这里好漂亮哈、哦。哎，今天的破土典礼哦，好成功哎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好多高雄凤山名人都来了耶？那些名人会不会买房子啊？哎呀，陈诗怡做出来，自然有人上门来啦。我早说过了，我对我自己有信心啊。你们真是不容易哎，一凡、秋桐，你们知道吗？从你们两个身上啊，我看到了平地起高楼的成功例子哦。我跟婉仪啊，一向对你有信心，真的，我们真的为你好高兴啊。谢谢宋妈。一凡，不过啊，台湾有很多大起大落，靠土地发财的暴发户啊，跌得很惨。哦，我会稳扎稳打的，等这里卖到70%之后呢，我就会回台北县投资，开发大台北都市计划。希望能为你服务。好说，那以后需要你帮忙的地方还很多啊。那一言为定了。谢谢。先生，哎，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蜡烛点起来？啊，抱歉，忘了帮你们点，我待会儿马上帮你们点。谢谢。你有没有火？不用麻烦了，我们自己来。好了，谢谢谢谢。
来，我祝你事业成功。我祝我们大家越来越好。希望能早日喝到你们的喜酒。快了。贵了。就在这个月底。真的？秋桐，你是新娘子，怎么不晓得自己的婚期啊？我只知道凤山工地开工以后，我们就要进礼堂啊，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把我娶过门？如果你不反对的话，就这个月底30号，那天是好日子啊。我们那天进礼堂，然后昭告天下，从此你廖秋桐就是我王一凡的黄脸婆了。哎呀，死相啦！来来来，我敬你们。来来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好吧？谢谢。宋妈，等一下。宋妈，我诚心诚意的祝福您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谢谢，来一起喝。对不起，你们有没有陈新先生？哦，我是。柜台有您方便电话，谢谢。对不起，失陪一下。一想到我要当新娘子，我就兴奋的睡不着觉。哎，婉仪，回台北以后，你要找时间多陪陪我。你眼光高啊，帮我跳的衣服一定很漂亮。你如果相信我的眼光，你就要听我的建议哦。你那些亮晶晶、花不溜丢的衣服，你最好不要穿，免得像个圣诞树。对了，我从美国带回来几件丝的料子，正好可以跟你做旗袍。哎，耶，好哎，谢谢谢谢谢谢你，宋妈妈。哎，宋妈，不要忘了，你答应我要当女方的主婚人的，以前你就跟我约好的。我老了，不能登大雅之堂了。宋妈，老什么老啊？你这爱说笑啊！您这种气质，只要往台上一站啊，任何人都没办法跟你比，人家到时候还以为您是新娘子，忽悠这个傻秋桐。说哪里的艺人啊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好有气质哎！理所当然。童言无忌。怎么了？哇，事与愿违。婉仪啊，我看明天我不能陪你们去玩，我必须赶回台北。为什么？什么事情这么重要？哎，还不是那些法律的案子，那个赵律师根本应付不了那种场面。明天一早啊，雇主指定我让我出庭抗辩。今晚上就要走？这样好了，反正你和妈第一次下南部，不如你们留下来玩，我自己一个人回去就可以了。这样好啊。你不在最好了，反正一凡的工地哦都已经开工了，他一个忙就可以了，我可以留下来陪宋妈跟婉仪啊。谢谢谢谢，不客气了。叫你放心吗？这没什么不放心的，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少了我岳母和婉仪的幸福。妈，婉仪，我看你们还是照计划去佛光山垦丁玩，3天之后我回来接你们，好不好？你真的不需要陪你一起回去？真的，你们放心的玩，钱不够啊，签信用卡。反正啊，有秋桐在，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的。哎，那你们明天想去哪玩呢？我先告辞了，您慢用。不好意思。是因。拜拜，再见。耶！有他在，好像就玩不起来了耶，哈。哎。婉仪，宋妈，想到没有？我们明天去哪玩？哎，一凡，那这样好了，我们明天呢可以远一点啦，去垦丁啦。那如果你来得及回来，那我们就不要去垦丁了，我们去澄清湖啊，然后去圆山喝咖啡。那晚上等你回来，我们再去吃牛排呀。然后晚上我们可以，哎，我知道高雄好像有一个，哎，那个跳什么，迪。Disco 的地方，我们晚上可以去那边疯一下，哎，好不好？才分开2天就熬不住了，干嘛使唤伙计把我叫回来？那有什么办法？人家就是想你嘛。怎么样，蜜月过得如何？哎，乏善可陈，味同嚼蜡。
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人家救你脱离苦海，你要不感激我，还埋怨我。哎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很危险？万一是婉仪接电话，你要我怎么解释？我啊，就会学你啊，冠冕堂皇的编另外一个理由，就是让他听不出丝毫破绽的理由。我倒是很感激你。哎，我这一走啊，婉仪一定以为我三天之后才到高雄接她。哼，我明天就飞回高雄，看她到底在干什么。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嘛，现在你是我的，不许想别的女人哦。哎，我见到你啊，哪有力气再想别的女人哦？嗯。一凡已经去帮你买药了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哎呀，哎，快快快快！幸好药房没有关，宋妈，你先把药吃下去，如果还吐的话，我就带你去挂急诊。我看明天不要出去玩了，妈好像有点水土不服啊。啊，爸这么远来，光窝在旅馆里多可惜啊，房钱好贵。婉仪啊。我想回家了，妈。我在家待惯了，在外面吃东西啊，总是会出差错的。婉仪，你留下来好了，明天跟秋桐出去玩。不要嘛，要回去就一起回去。不然这样，明天一早，请一凡开车送我们去机场。哎呀，那你要明天一早回去的话，那倒不如我们今天晚上开车回去啊。明天一早你也不一定买得到机票啊，啊。哎，宋妈。这也是办法之一啊，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去，反正四个多小时就到了嘛。再说你如果身体真有什么不舒服的话，我们可以就近找个医院呢、啊。嗯，婉仪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好的话，我们今天晚上就走了。可是一凡的工地……哦，我工地没关系啊，有老于在。宋妈，吃了药之后身体有没有觉得好一点？嗯，好一点了。我还是不放心台北的家，那我们就回去好了。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妈，你先睡吧。陈思怡，陈思怡，婉仪回来啦，要给你一个惊喜啊，陈思怡。思音不在，是不是？不会吧，这么早就去上班了。没事吧？没事啊。要不我们留下来多陪你吧。不用了，我们开了一夜的车很累的，我们先回去好吗？要不然我到外面买点早点回来给你，好吧？真的不用客气了。你跟秋桐先回去了，真的？怎么啦？没事，先回去好了。我带你去休息啊。宋妈，那就自个儿好好休息了。好好。我们不走了。好。哎，那没有，走了走了。拜拜。那。
说妈妈你休息啊。他根本没回来过。哦，我要去睡一觉，你呢？我去趟办公室。慢点，待会睡觉的时候警觉点。把电话就放在床头上。跟着我。如果预测不错的话，今天会有大事发生。什么大事啊？陈心怡没有料到婉仪会提早回来。他发现你是不是？你没看见吗？婉仪从房间出来，脸色都变了。哎，那我要不要去陪婉仪呀？还是赶快去把陈心怡找回来，叫他回家去呀？先不要有任何举动。我不知道陈志英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现在只有静观其变。陈律师事务所，你好。请问陈律师在吗？他是高雄的，请问哪里找？请问他还了没有？或者是他有没有来过电话？我是马玉婵的朋友，我想请问一下马小姐的地址。请等一下，婉仪，我婉仪，婉仪，九百九。